原标题：中国七省市疆域大雾天气之地能见度不足200米。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，记者刘晨瑶，中央气象台消息，24日开始，中国华北中南部、黄淮北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转差，25日至27日的夜间至早晨，上述部分地区将有大雾，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。对此，中央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大雾黄色预警，预计24日夜间至25日上午，北京大部、天津北部、河北中部和东北部、辽宁中部、江苏、安徽东部、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，其中河北东北部、辽宁中部、安徽东部、江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浓雾，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。气象专家提示，需注意华北中南部、黄淮等地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。由于能见度较低，驾驶人员应控制速度，确保安全。机场、高速公路、轮渡码头采取措施，保交通安全。未来三天，全国的降水区域减弱。24日至25日两天，西北地区东部、内蒙古中西部、华北、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将有雨雪天气，其中青海中南部和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，部分地区有大雪。另外，西南地区仍多阴雨。未来24小时，云南南部、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，局地有暴雨。完。责任编辑：张岩。